歌词不是，我是就这样吧。你们知道我脑海中想的是什么吗？因为当时风太大了，我就想我的刘海可能保不住了。我是就这样吧。就觉得一切都是注定。刚才随着铃芽去到了他的铃芽之旅，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自己会有一个旅程当中，周深之旅是为了与你们相遇，所以非常感谢你们能够出现在这里。 或者是你们能够在自己需要的时候，或者是不需要的时候，能够都能够想起一个叫周深的歌手，周深，谢谢你们，谢谢谢谢。那接下来这首歌，也希望你能够喜欢。你们猜，能猜到是什么歌吗？什么什么？飞剑，我没有这首歌。
这首歌我觉得也是很多我想说的吧，因为我们人生很多时候会绽放像花朵一样，但是我觉得最美的事情就是我们的相遇。希望你们喜欢这首 Rubia。谢谢。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你们现场也有可能还有不知道的。大家好，我是歌手周深，非常开心可以和大家一起去创造一个独属于我们的非常开心的回忆。然后成为歌手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触不可及的事情，但是因为每一个你们却让我觉得很多时候好像也不是那么的触不可及，也会让我觉得好像我是那个最幸运的小朋友。我也希望你们能够也是那个最幸运的小朋友，希望我们永远都开开心心，保持最好的心态去迎接一切的事情，好不好？答应我，这首要跟我一起唱吗？触不可及，我们一起来享受吧。
非常感谢卡布，突然觉得这句话很分裂。我要感谢卡布，他可以去搭建了第一条让我去跟你们相遇的音乐之路。然后也，我觉得很多人性格可能会跟我很像吧，就是跟刚开始的周深会比较像，就比较内向，比较不敢说话，然后比较觉得自己很像是一个孤岛一样的一个人。世界上总是有那么多美好的瞬间，去让这个孤岛长出很多条道路去通往外面。你们就是我最美的那个瞬间，谢谢你们，也谢谢你们让这条化身从来，也谢谢你们让这一条化身孤岛的鲸的刘海，化身孤岛的鲸不再害怕孤单，因为他觉得这个世界特别特别的温馨和美好。谢谢你们。
声不到的安静，有着最巨大的声音，雨下在身侧喘息，也有飞鸟在背上停。我路过太多太美的奇景，如同一点般的陷阱，而大海太平太静，多少故事无人倾听。我爱地中海的天晴，爱西伯利亚的雪景，爱万丈高空的鹰，爱肚皮下的藻荇。我在尽心尽力的多情，最巨大的生命，雨下在身侧喘息，也有飞鸟在背上停。我有着太冷太清的自信，对自信的他用多情，而有多讨厌叹气，辗转之后各安天命。出现在我的梦里过，然后今天这样的事情也特别幸运，就觉得对于我来说真的是一个我觉得完全
不可能会实现的事情在之前，但是因为你们的光，它实现了。谢谢你们。那接下来这首歌你们一定要跟我讲，若梦，谢谢。你的头浮生若梦，为花几何？风摇雨落，此心何处停泊？剑起刀割，却扎不断这因果。看天地之间，皆默默。尘缘若梦，宿命奈何？日霜月落，此生依旧。铁马金戈也逃不碎这星火，一千场旧梦任岁月消磨，往事流转在你眼眸，一遍遗忘，一遍拼凑，烛火千盏。这句我愿你能得到拯救也是成为刘海的，我愿你能得到拯救，听到了吗？好，接下来这首歌我觉得也是你们应该会唱的一首歌，然后或者是不是生理的人应该也比较会唱的一首歌，因为每次一听这首歌大家就会觉得是一首年味十足的一首歌，也是一首感觉，哎，
回到家或者是有心安的一种感觉的一首。这首歌叫做没错，疯了，不是有点的吹的。然后也是每次看见你们也会有这样一首歌的感觉，就看到你们我觉得啊心安回到家了。所以还是那句话，谢谢你们与我相遇，谢谢你们。要记得跟我一起唱，也要记得随时去打个电话给自己的家人，或者是给那个让你心安的人，好不好？哇，希望你跟我一起绕啊绕，永远在爱里面。谢谢。是旺不是、啊、红色风筝俯瞰着地图，飘得远在那着陆，远行的人是否远近里都模糊，见背影方踏不住。你我习惯像旧旅客来了趟去，几天空的心未能按时恢复，再等一等就繁华如初。
谢谢谢谢。其实我之前还做了一个梦，你们知道是什么样的梦吗？不知道也请大声一点回答，你们知道是什么样的梦吗？会显得我的包袱有点尴尬。我之前做了一个梦，就是跟你们相遇，刚才说就在我在台上唱，然后你们在下面听，然后哇，我在想着居然我一句话都没有说，一首歌接着一首歌的唱完了，现在想啊，果然是一个梦，根本控制不住想跟你们说话，因为我们真的太久没见了，也希望，因为我知道就是你们是花费自己很多的时间，然后中间肯定也是克服了非常非常多的，可以说是困难或者是阻挠，来到跟我见面，谢谢你们，谢谢谢谢。我真的很紧张，然后包括昨天我都一直紧张到，我就在想的是怎么办怎么办，要见面了，就有一种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有一种第一次跟你们见面的感觉一样，我就害怕自己准备的不够好，但是又会觉得啊，但是好像自己也尽力了，所以我希望自己每一次跟你们相见的时候，我们都可以越来越好，好吗？然后最近这几年大家都是应该说是比较特殊的这几年，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有在变得越来越强大，然后也是一首非常非常好听的歌，我说接下来这首，因为在心中无数的时刻我都有在心中种下一粒种子，希望可以开出一朵让你们忘记忧伤的花。这首歌也是我很意外的一个礼物吧。首先，这首歌的给我唱就是一个礼物。之前包括雷哥或者是唐大、通天老师有没有想过这首歌会这样的形式呈现？有没有想过这首歌能够登上春晚？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可能，有你让多，让一些，怎么最近那么嘴瓢，太紧张了，有你让你感觉到一些失落的时刻，但是心中那朵花永远会绽放，无论是那些遗憾，都让它留在过去，因为它也会一定会在我们的努力的灌溉下开出最美的那个花。等一下也跟我一起唱《花开忘忧》，愿你。
件遗憾的事，就喝一杯茶，庭院深深秋叶飘落。我觉得我真的是一个很幸运的人，生命中出现了很多很多，就是去给我力量、帮助我的，像我的老师、我的老师们、所有的制作人老师们，当然还有我的布丁、我的生米们。所以，无论你在哪个位置，你们无论是在左边的后面。都在我心里的 VIP 区里。现在知道你们的土味情话有多弱了吗？那我想告诉你，现在接下来这首歌也就意味着今天我们的相遇也快到尾声了。你们不要哈，我也没有偷工减料，我都有唱。那接下来这首歌是什么歌呢？大声一点，是什么歌？是什么歌？飞行，我也没有这首歌。这首歌不想睡。希望你们永远记得那个刚出发的卡布，也永远记得刚出发的周深。更重要的是，也要爱护好心中那个刚出发的你自己。谢谢你们。宇宙中默默自转的星球，冥冥之中你要现在遇见我。醉过正下冰凉的美酒，醒来以后还有你在陪着我，那种微酸的滋味，有点微醺的感觉，梦作一般的娇媚，爱我的人还没睡，不想睡。幸福。
娇美，爱我的人还没睡。不想睡，我要陪你一整夜，我要幸福的催眠，天旋地转的晕眩。谢谢你们在人群当中找到了我，谢谢。事情的经历让我开始珍惜，更加珍惜每次跟你们遇见的机会，也开始不吝啬自己的表达吧。谢谢你们，我爱你们。Yeah!
常酷啊，我是歌手都没有戴墨镜的，非常酷的贝斯老师努尔德克。我家里有十副墨镜，开玩笑的，以及我们非常辛苦的和声老师们，王雪老师，马思聪老师。生命如剧烈的淹没。
东西不要掉了，听见没有？没听见还是不错。听见了对吧？大家看前面这个黑衣服、黑帽子、黑裤子、灰色鞋的这位哥哥。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啊！来，你可以这样，那边带一下，中间带一下，右边带一下。好，我们先这边的朋友，三、二、一，耶！啊，好，中间的朋友，你们都好，三、二、一，呼！哎，嗯啊。准备好了吗？好，来，三二一，大鱼，大鱼，哎，你们的哦，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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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们，谢谢。真的很聪明，因为我想的是，哎，结束完之后，因为我今天是有个小雅思，因为你们有没有发现今天，都是卡布和周深的歌，对，我觉得也是你们的力量让我敢站在舞台上去只唱卡布和周深的歌，但是卡布还是很喜欢唱很多很多歌的，所以也希望可以后面唱越来越多的歌给你们听，谢谢你们，谢谢。真的就是今天的演出是到这里结束的，好啊，那就这首永远可以让我们想起最初的自己的大鱼。Thank you.
所有素材的老师以及舟山工作室的老师们，谢谢大家，我们下次。